哼，破解了办法之后，开启时空错展区简直太容易了。西卡大人在，开启时空错展区是不是有什么新计划？新计划，当然是为了替我们的崛起拉开序幕啊！哈哈哈，他们也应该准备好了。真不是普通热闹，是非常热闹。这样你们就满意了？好戏才刚开始呢。啊！老爸，虫王卵的分析有结果了吗？虫王卵的能量波动很不稳定，而且数值持续的提升。嗯，海城呢？他今天跑去跟同学抓昆虫去了。这海城还真悠闲。目前只知道有种力量在和虫王卵共鸣，但仍然分析不出究竟是什么。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，但感觉上虫王卵仿佛在召唤着什么。这件事非得弄清楚不可。嘿嘿，不如这样吧，今天锦梦梦煮了虫王卵当晚餐，不就什么麻烦都解决了吗？到底有什么是你吃不下的？我想想，没有。变形联盟紧急事件，市里出现了两只时空兽，并在大肆破坏，请你们立刻支援。收到，我们马上出动。哎，奇怪，出现了两只时空兽，能量应该很强啊，为什么基地没有收到警报呢？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奇怪了，神机手，你想太多了，追时空兽这都好玩啊。看我宇宙第一的厉害。
确实不像平时的时空兽。普利士，小心！难道得快点通知普利士他们？你好啊，胡奇威。我们早就想到这里拜访你了，带给你的礼物就是能让你麻痹的电流。你们，我们的故事总算开始了。这里为什么出现了时空错展区？时空兽仿佛是故意将我们引到这里似的。居然偷袭，看我宇宙第一怎么教训你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时空拓展区，自信一点，把好像去掉，那就是在逼我们进到时空拓展区。别跑！烈风暴长臂，这时空拓展区里有一股强大的引力。变形联盟他们都消失了，最好永远别回来。他们一定会好好招待变形联盟。走，我们还有事要做呢。